星驰去年开通 IG 账号，最近他发文写道：“五一假期最好就是看电影，九股金钟外必看和千万不要看的电影指引。”贴文一出，粉丝纷纷在留言区留言，向星爷推荐好看的电影。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林柏宏留言推荐周星驰可以去看目前正在香港上映自己主演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对此，周星驰都去回应对方：“为什么不请我看首映？”林柏宏看到星爷的回应后，马上回应：“我马上处理。”最后还搞笑写下一个“鬼”字，让网友全都笑翻。而周星驰后来在现实动态透露，最后选择看的电影是1976年的台湾电影《关公大战外星人》，还谦虚配上文字“学习中”。一则贴文因为林柏宏的留言和星爷幽默的回应，在网上掀起不小的讨论度。